好了，看一下，今天舞台吗？今天有舞台哦。今天嘉义丰原，然后师傅北北那边两台吧，还有大理，还有大理一场，总共五台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会不会脚酸？不会啊，这样就脚酸。哎，这个小 case 哎，这个小 case 哎，你是说我会不会脚酸？这个才三个小时而已，怎么会脚酸？这个才今天才三个小时而已，怎么会脚酸？平常都是以前都站四个小时的，我们以前都站四个小时的。差不多啊。明天第五市场有直播吗？当然有啊，他再不去都忘记第五市场长什么样子了。他再不去都忘记第五市场长什么样子了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人家会咬，但是没有油。直播最久站多久？七个小时。我新达港，新达港直播过七个小时的。嗯。哦。我苦了伊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哈哈哈！你要六块钱爱主意啊？有没有？六块哦。